喂，你们先聊。哎，讲完呢。他这个故事啊，得说了不下一千遍了。这个故事好啊，这故事好，投资五六千万的样子，在鼓浪屿拍，对，配上一段悲伤的音乐，差不多年底上映，票房怎么也得10亿吧？你到底干嘛呢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我是个导演啊。哼，没看出来。哎，我真是个导演。那你都导过什么呀？我导过什么得看您写什么了。都这么熟了啊，我也不怕跟你直说。我想问问你啊，李大编剧，你手里有没有这个闲置的剧本可以匀给我一个？哎，你别误会啊，不是说白拿，该多少钱是多少钱，一分钱不能少。你靠近我就是为了要剧本。哎哎，你等一下等一下。